前面那个大石头，没听错，没听错的话，那边有枪声。两个，然后打了一枪，又跑石头，毒来了，他被毒死了。又打一枪，再打一个，还有一个在跑，死了，倒了。对面石头。上面有 AWM，右边右边趴着的，看着没有？我打一下，死了，死死死死死！不是我打倒的。哦，不是这个，这个大石头。你倒了那个大石头吗？对，我打的时候用一把 AWM，就这个人。看到了。看了吗？嗯，这边我还欣赏了一下你们的比赛回放，根本没有邓北来的事情，扎哈把你打爆了而已。有吧？我好不弄啊，免费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哎。